食物哦，接下来该不会是雪怪来迎接我吧？哎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mile， 没错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噩梦工厂哦。话说噩梦工厂是不是有点难啊？Nope. 好，不然我们换一张好了啦。绝命交锋好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我们就进去游戏咯。那我们就，一样这只。Nope. 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拿推荐武器。哎呦，怎么是这把啦？啊，对，今天好像有送吸收，有送什么十周年武器三毁的。Nope. 随便啦，玩了是吧？哦，有送血域之渊哦，哦，好好好好。我在哪里？有。我可以手速比其他的啦。啊，你好喂，雪怪。那看起来像雪人吗？快快快快快，晚安晚安。赶快赶快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。如果你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吵杂声音的话，那一切都属正常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僵尸哎，走开啊 ！No， 走开，走开，小明滚开啊！啊！冲哦！前面僵尸我们几乎都不用管他，好不好？就跟那什么侦查事件部一样，好不好？我先买一下白蜡哈，啊，都给我让开啊！哎呦，找到了！我买一下护甲哈。啊，这边僵尸说好了走慢一点呢。哦，没有，没事，他们真的走很慢呢。Nope， 行动缓慢的。这个没办法瞄啊。好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这看起来像洞穴的东西。死路啊！接下来该不会是雪怪来迎接我吧？哎呦！欢迎这款都是武器杀！哎，不是这把华罗玄甲啊！华罗玄甲！哈哈哈！哦，原来螺旋甲还有这个功能哦！哦，好好好，它是不是只会锤两下？哎呦，走开呀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！你都好习惯拿战炉子在那边敲敲敲敲敲，这是要死的没啊？你这么厚！我地上丢了多少把螺旋牙了？这皮都破了、哦。拿完一发丢一发。
要找一把枪就丢一把。哎呦，又是陷阱啊！走开！走开呀！哎，要挡我好不好？他真的只会两下。又是陷阱啊！没关系，我目标全力攻击啊！哎，等等，他这种快死的。走开呀！啊，他逃走，他逃走了。走开！我是摔下去，哦呦，残血，残血。Nope。哦，停下来。哦，这么快哦，六分钟，呵呵，应该这是不是比较好打、啊？哦，然后接下来又是王，又是王冠了。你们不是打很久吗？现在怎么变成简单了？啊，说不定这里可以在15分钟内结束掉。对啊，我们又走到死路了。我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路线啊，我哪有办法？哦，血魔。哦，又是你。该不会也是1299K 吧？哎呦，比刚会的招式更多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保罗走开啊，不要挡我路哦。哎呦，没打到啊，没打到，咬我啊，嗯嗯嗯，打我啊，笨蛋。哎呦，这么凶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打不到啦。很会丢哦，血太厚了吧？要不又想要丢了吧？还真的嘞，钓不到啦，因为阿比龙哦，啊，你真的以为你是阿比龙哦？来来来来来，血好像好真的有点多哎，会不会打不完啊？我要旋转旋转，旋转球。哎呦，这是哪四把？又是旋转肉体，打不到我的啦。又是旋转大包，哎。我已经快1000K 了，血量真的是有点厚哎、欸，比厚了跟什么一样？反正我们尽全力瞄准他就对了。又是旋转大包，我还以为他中奖又要放那招了。哦，他又放了，他又放了。我刚是买两把，然后一把没射到，哦，差一点。Nope， 血量这有点厚。你在转哪里啊，兄弟？兄弟，你在转哪里？哦，我都已经1360，1300多K 了，蛮不死的。还说他只找个3000K，应该不太可能吧？想逃嘞！哎、欸，他真逃走了。哦，你搬了什么东西来啊？啊？要不会跟我讲？哎、哦、呦！哦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大招哦！真快没血了，哎、欸，他们剩下100多都在补掉。
寻找的时候是无敌的，哇，怎么好像他没有在扣血的样子。哎呦，是滴血，老米加肉水，好像是有押韵吗？哦，超高了，太高了吧？这已经1700K 了，怎么还是不死啊？身体太厚了吧，比安格拉还厚。我的武器又被你打掉了，巴西哟。寻找都是无敌的，是吗？对这个我基本上不太了解啊。好，这是无敌耶！我真快死了，我真快死了。已经12分钟，快13分了。哦哟，又来这张。你以为你佛盾哦？哦，没有啦，没事。哦，直接丢向我嘞哈！哎、欸，他逃走了啦！又搬了一颗大石头，哪来这么多大石头啊 ？Nope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怎么大刀这么痛、欸？哎，没关系，再复活，复活，复活。2000K 了，我好像螺旋桨拿到底的样子，哈哈。拿不到啦！哎呦，血太厚了吧！拿不到啦啊！我不要捡到了，是软陀螺。怎么会跳？又在自转，然后你都没有自转到，呵呵。哦哟，没这么高，我要死了。又来一样的招式，算了，让他逃，让他逃，让他逃。他又搬了一颗大石头，他又搬了一颗大石头，他又搬了一颗大石头。他今天已经搬第三颗了。好险，才扣100滴！哎呦，又爆了、欸，又来知道你反不反了？又是自转陀螺，反正你又整，你又丢不到我，放心啦、啊。刚是不是把那武器打碎了？是转不到的啦。输出输出输出。快红血了，快红血了。哎呦哎呦，这么高这么高 ！No！ 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又要没血了，我要没血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快没有补了。不要丢不要丢，和平，不要丢。快快快！哎呦，差点没捡到。哦，好险啊！快3000K 啦，血量真的是有3000K 左右的、啊。
他又要逃走，右搬 ，Nope， 哦，来了，准备喽。 哎，屁呀！还最好事嘞！他在放屁呀！哎呦，没体质路哎，完蛋了！这又死掉了！不能再死了，玩完了！我要再拿几张体质路了，再去困酒拿几张。 太厚了吧！这是转头了，哎呦！实在是太厚了，这边是不是有僵尸把我挡住啊？ 才不会让我飞这么高！你再丢，跳不到了，你救我啦！哎呦，完胜喽！ 我又改了哦，哇，这么精致哦 ，Nope， 啊，好佩服，3499 K， 这么硬，哎，我要打直升机，好了，那么今天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在影片上点下喜欢。 如果你还是没有按钮，记得点赞、按个赞哦！千万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那各位观众，这是麦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